要是你觉得冷的话，随时可以靠上来的。哼哼，你哪儿弄这么多暖宝宝？还有感冒灵？ 最近天气冷，你告诉你姐，待在屋里，别感冒。这样？嗯。怎么没我的份？省点用啊。就这样，我可是你亲弟啊，就给我一张啊。那既温暖又贴心的感冒灵，这个得给我一个。这个当跑腿费够了。我就知道，你跟姐夫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没良心。有意见啊？那没意见。 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等你呢。外面这么冷。你跟那个人出去了？哪个人啊？人家有没有姓？真跟他出去了？没有。哦。以后这个点儿你要出门，一定要叫上我。运动员不是不能随便出门吗？我可以请假的。好，服了你了。你认真点儿。一定。 那，你是暖宝宝供应站吗？要是你觉得冷的话，随时可以靠上来的。你脸不冷吗？我就拳头冷，你看着办吧。拳头冷。 这样就不冷。好了，走吧。你让我怎么走啊？就正常走，你帮我看着路就行。左拐。对了，沈清源，你现在是用的什么子弹来着？你之前不是用过？之前只顾着数环数，没仔细看。气枪子弹嘛。 打完了也没有弹壳，不好观察。你详细说说嘛。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？我要解说比赛嘛，肯定要精益求精。普通人对这个不感兴趣的。你详细说说嘛。4.5毫米的蜂腰弹，两头粗，中间细，所以也叫空竹弹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哦，对了，弹头是平头的。 我说的已经够详细了，你都可以做手工了。谁说我要做手工了？我没说。